今天就是2018年的5月12日其實現在就是凌晨的就是13號5月3號呢就是母親節、啊、就是美國時間的母親節洛杉磯的時間因為是夏令時嘛、啊、其實呢就是大陸已經是過了這個母親節的了咁樣咧就係喺呢個洛杉磯呢個母親節度咧，咁啊祝賀咧就係、是、天下所有做咗母親嘅媽咪咧就係、是身體健康嘅快樂吉祥嘅嚇祝遠方嘅親人咧同樣啊都係仲係嗰句話咧就係、是、身體係最重要嘅，身體健康嘅咁啊嚇。快快樂樂咁樣嗬，嗯，佢而家咧嗰陣啊，已經係其實已經係凌晨噶啦，已經凌晨12點零嘅時候，咁而家咧我就係冇打邊爐，咁啊試下呢張將河粉啊，翻咗翻嚟有啲磨磨地，我試咗炒個粉啊，食啊咪幾好，其實咧唔一定打邊爐嘅。在打邊爐咧，就係食得耐嘅時間長一啲。嗯，咁就可能幾好嚇。嗯，試下要。炒牛河，嗯，特別好。以前咧，我唔好中意炒嘢食嘅，但落嘢食噶。但係啲我發現，如果落到已經淋曬嘅，一定要炒先得。因為佢咁碎呢樣，我放個冰箱先係咁。有冇冰過冇咁碎？咁喺國內咧，如果我去嗰啲出邊。個街嗰邊啊，即係一般我都係河粉啊、鴨腩粉啊，仲有嗰啲有咩粉啊？有雲吞麵啊，就好似係炒嘅，有人中意炒嘅就唔咩，大家食下炒即係香氣香口啲咯。嗯，但係對我嚟講咧，啊咩都好食噶啦，肚餓上嚟就係、是。今天就是現在已經是禮拜日的凌晨了我回來的時候就是隔離屋那些那些墨西哥人就開 party 很吵南方苦年的是真的很吵牵挂喺度。呢个。我系比较好嘅。牵挂喺度。啊，呢啲其实咧就系嗰啲。凉拌。凉拌嘅。有泡黄瓜。唔系呢样嘢，我不打算谈，我可以整呢啲点整咯。反正咧，不如牵挂啲人睇。因為拍的時候不知道你什麼味道嘛十泡黃瓜你可以走到食吃得好吃得好過癮家裡你一定會做的人我都是看到師傅做的學到師傅做的等一下等一下學烹調我是想入這行但是不知道怎麼做就是這樣我經常不是這樣我今天沒有時間看視頻有時間看視頻我都是專門看開鎖的那些視頻
要學眼睛啊，學咩都係。雖然係原理係咁啊，有啲手感嘅點樣？你講咩啊？一開鎖有啲手感㗎。嗯所以你鎖都唔肯震，你想入嚟，你鎖乜都冇用。啲老公特別嘅，通常咧，佢係揾啲大客嚟做噶。咩叫大客？即係睇有錢人屋企。嗯，係啊。跟住你屋企有人、有人、有監控啊，有咩噶嘛？有防盜噶嘛？人哋有咁大嘅客，人哋有保安添喎，有啲有啲睇唔到添，嚇。我整個飯俾你食。有講。仲有飯，飯煲到。夠啦，差唔多。而且你諗到你個面啊，啲粉啊，好容易漲埋啊。食咗好難餓嘅，一個雞蛋，一個啲河粉，我包份炒得好大碟，我就裝滿起身，包好，以前就整咗大碟喎，都食一日啦喎，整啊炒咗好多嘅，一包份睇佢咪幾大包。炒翻好大碟啊！嗰啲粉咧，我講你肚餓啦，咁你平時你阿肥佬啊最中意食嗰啲粉嘅。我都中意食，我係多數部分。我去飲杯飲茶都係用炒啲粉。係啊。我唔中意喎。我都係嘅。唔平噶。食面食米粉，我唔中意食河粉，我中意嘅。嗯。咁樣講嘅。你啲真係食唔到，反正咁啲唔得，擺冰箱擺埋。邊個放冰箱？哦，今晚嚇。哦，天氣凍係。哦，我先係諗住食添啊，點知唔想打你又係。你今日食嗰啲手扒黃瓜定啊？而家啱啱做出嚟食好好食嘅，冰過可能冇咁好食啦，係嘛？係啊。冰過隔一晚係差啲嘅。當場整，當場食好食。冇嘢係，所以你唔係好肚餓嘅時候，你食完又好；一肚餓你就覺得凍凍下就咩啦。都胃好啊。唔係唔夠頂。我哋知我食嘢肚餓食好快㗎嘛。嗯。你今日仲有心機出嚟整節目嘅，點解唔瞓覺咧？我今日咧就好難瞓，但係咧啲我喺部車度瞌一下，翻呢度就充能量、精神咗，係咁。關於咧，我琴晚想搞嗰個睇下呢個錄音，幫埋佢得唔得，效果好唔好，我想咁樣即係睇下，我又唔知飲杯飲唔飲熱雪茶咧。啊，今日咧就係如果係啱啱好咧，就係呢個母親節咧，咁我今晚咧就係飲一罐呢啲咁嘅啤酒啦，呢一罐啤酒咗呢種干杯！天下母亲快乐。成日唔使雪藏都得噶，系咁噶。我中意呢啲咁嘅，即系一冻个头反而唔好添啊。不过咧，就如果真系饮嘅，你肯定唔够茶好饮。
我真係飲茶好飲過啤酒。咁點解你最飲啤酒？因為我貪過癮，因為點解呢個唔燙嘅？我亦覺得茶比啤酒好飲。不過我覺得我嗰次龍井茶特別好飲，有飲到其他茶我未必。嗯。好似飲嗰啲普洱啊，啲咩紅茶我就唔中意啦。嗯。即係有啲人你中意飲咧，主要係。即是話嗰種感覺添啊，有酒精啊嘛。嗯。第一話飲咖啡啊，有致癌物質，但係啲鬼佬話成日飲，其實你又點講啊？啲咖啡係。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唔一定係嘅。嗯。唔一定係嘅，即係有呢個可能有啲物質，但係有啲人係又飲極係嘛？都冇事嘅。大家繼續主持呢、這個午夜閒閒時間啊！翻屋企咧就燒柴，咁啊唞一唞啫，咁樣沖下個涼啊，咁樣。然後而家呢個時間又已經係做咗十分鐘節目噶啦，喺度坐就係、是、嗯。而是即不怕咁樣食熱粉，但係而家怕起嚟咧，咁樣即係話，唉，又一個又係一種記錄啊，又貪過癮咯嚇。反正係中意玩相機嘅人，中意玩視頻嘅人，你搞啲垃圾都想拍下嘅。以前啊，我係中意啊拍嗰啲風景，但係咧而家都少咗啦。少咗，即係大同小異咯。除非話嗰啲嘢，好似大陸嗰啲黃山啊、泰山啊嗰啲，即係非常之好嘅嗰啲先拍下咯。嗯。唉，又十三號啦。五月份好快過。五月又十三，再過兩日又半個月啦。唉，煩都冇咁快。外面都有啲奇奇怪怪嘅聲音，嗰啲通常呢啲墨西哥人咧，佢開 party 開到一二點鐘，因為聽日咧就係禮拜日啊嘛，咁我哋咩家陣又母親節啦，啊，所以咧其實咧就係、是、講起嚟咧就聽日咧嗰啲茶樓啊都係好熱鬧嘅，即係特別華人區啊。啲西餐嗰啲地方啊，嚇，咁晚上咧通常咧都係啲年輕人去啲酒吧度嘅啫，就係年輕，好啦，今晚咧就傾到咁多先，聽日母親節，所以聽日上班要早啲上班嘅。